点阮的心内并无你存在，但是你不断对阮真心来关怀。虽然你不是真迷人，阮也是接受你的爱。想袂到如今已经有阻碍，环境好命运来安排，你我只有叹无奈，一份爱藏在心内。哦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阮的怀念一段情过一生。环境好命运来安排，你我只有叹无奈，一份爱藏在怀念一段情过一生。什么暗算？姚女，你提起万冬花正人，我会替你报仇。万冬花，我根本都无啊！别再讲啊，抓起来！阿公，阿公，阿爷，伊就是阿公。就莫讲遐多，咱先甲回文再讲。尴尬过程不严重，是真有面貌。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！若是安尼离去认亲，甘保主敢会愿意帮助我？刚刚跟我讲一个请啦，真正是无家教。我无家教，你真好大胆哦！讲我无家教，哎，这四十要几啊？你这么讲道理哦？敢问我四十要几啊？别动脚动手哈！四十要因啦，那无伫厝内咧挑花恰秀，真快就知影你哦，是家教不严，刁蛮任性。你免想啦，这四十要几啊？紧给我放哦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哦，你去讲啊，讲啊，讲袂出来哈。干嘛你袂？你行，你行。淑玲，去。
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这人是啥？阿嬷，伊伫保我吼，规规顺顺，我问伊话吼，伊竟然搁敢出言不顺呢。哼，我当作伊啥物厉害的角色，伊阁嘛是两三步就互我解决啦。哎，公主啊，那你有问伊讲来遮要创啥？哎呦，阿娘，你看伊迄个形，嘛知影是来找麻烦。 既然若是安尼，你又何必带伊入来呢？先招阿入去地，慢慢再搁再询问。是。阿姐，阿娘，那我看这少年人，敢若毋是要来找麻烦呢？咱甲问较清楚才好啊。啊对啊对啊，阿嬷，先问吼，看是啥物人派来，咱较好吼，较早做准备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吼，要问吼，恁去问啦。 我要去后壁，随装打扮。你吼，你问啥？你紧问。是，少年人，你是叫什么名？啊，莫讲，伊一句话拢无法度讲出来。原来是我死查某鬼啊，连做啊点着火刀。少年人。 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？在下做不改名，姓不改姓，我叫做贵妇。贵妇，姓贵。忘掉。我问你，贵顺昌，甲你是什么关系？这是神父。神父，你的意思是讲你阿爹已经？我阿爹已经过身了，我全家被害。 只剩我一个人在走出来，我来这是要找甘宝子，想袂到，原来是我的孙子赛到位啊！你是甘宝子是我的兄弟，这位就是你的朋友。我戆囡仔，当你拿到在生的时阵。 我甲你提起讲，咱两家定亲的代志。既然安尼，也唔赶紧来见过阿嬷，甲你老表啊。是，拜见阿嬷，老表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想袂到我这个孙兄婿，实在是一表人才啊。是啊，袂歹啊，袂歹。啊，对啦，母女，恁家父这几天啊出去啊，无踮伫车。 我看过去吼，你就多车大路啊。安尼等你家父转来才去讲，好不？多谢阿嬷，阿表。哎呀，原来是伊。阮阿兄。 听是还是准，一直是目睭是恁头壳顶，哪会对一个这么普通的姑娘，这么关心，佫这么照顾，佫这么温柔体贴？敢讲阮阿爷甲阿公？米奇啊，米奇，啊，阿爷，你一个人戆心戆心，是你想啥？我，无啊。那安尼哦，恁叫人哦，把这药啊摕倒转来。 好，啊，对啦，阿爷，你就要讲啥？敢讲你唔知影救人如救火，也唔紧去。王公，王公，你清醒了是？你先卖去。 我看你好亲像伤了真重，安怎？你是倒位无爽快是？不要紧，我只要药啊。来，多谢药啊。 你哪会遐客气？咱两人中间敢有需要讲什么多谢是？秀雅，
你哪会知影遐拄好去救我咧？哦，我是去调一个消息，讲附近有一间和平林咧出入，而且有人想要见你，所以我就去找你。是甚物人想要见我？啊，小弟你就当家见面嘛。对啦，你毋是甲寇春两位前辈斗阵，是啊，你会受伤呢？我甲两位前辈分咯，要去暗中探听，你哪会知影讲？ 迄个鬼面人却甲我拍着伤。我甲两位前辈分咯，要去暗中探听。 你那才迄个叫迄个鬼面人却甲我拍着伤。鬼面人，伊的武功非常厉害，我用着全身的功夫，还阁毋是对手。哦，那安尼，你即摆的处境就非常危险。小雅，你免担心，我用着红鬼琴暂时会当抵挡，但是内面制服伊。 除了伊靠桥两位前辈合手，要若是无恐吓就无用伊了。恁师父性关注，伊武功敢毋是非常高强？无毋对，但是我的师父，伊早年参道，伊对一切术数都拢无插，若是要爱出关，恐吓无简单。哦，所以伊才叫你去找靠桥两位前辈来甲你帮助。 我已经探听到无枪我迄个红衣女子叫做水莲莲。水莲莲，嗯，我遐毋着将伊抓着，真可惜，煞到去会走去。不过我摕到一项证据，这摸唔着，这就是迄名入江赌博的女子身上的红色。阿哥。 你即马身上还有伤的，你伫只好好休困，即件代志我来去调查。秀雅，这边来用你，我的伤已经不要紧了，我来去就好。袂用的，阿哥。假使你若发生什么代志，然后你我是会真烦恼，所以你伫只好好休困，我来去找这个水莲莲。秀雅，阿哥。 你我即马身处江湖之中，你规工休爷休爷安尼叫，岂不是惹人注目？以后你着叫我三太。休爷，这边来用的。谁啊袂用的？休爷意思是？你看，你阁叫我休爷了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江湖之女子，应该不辜负这只调啊。 再讲，你叫我三太，我万一叫你素贞啊！好，咱就安尼决定。即嘛，你先好好休困。有啥物代志，你话我一声，我就随来了。 死甲足冤枉的，我一定要查出到底是啥人所做，为恁报仇。对。莫去伤心了啦。是你啊。哎，小等嘞。大小姐，还阁有啥物代志？
哥，我知影迄间是我唔对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唔知影是你啊。人讲不知食无罪嘛。卡叔，你也是搁在生气？我即马甲你赔罪嘛？不敢当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得罪小姐你，而且搁技不如你，我哪敢收大小姐的气？不过，你真正无要原谅我。大小姐，咱孤男寡女的，你敢唔惊别人讲伊阿话是？我。咱已经有婚约啦，有啥物好惊的？你唔惊，我惊啦。你，气死我！这。小蛋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台湾长给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贵哥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我在家，我在家刚刚归来，拢是在照顾我。介绍，这位是，你就是红哥，这是江湖中人抬爱。姑娘，你是？我就是伊的小妹，然后叫做美姬呢。我家己嘛号一个外号，叫做赛红哥。赛红哥，素贞。伊就是养袂着你红姑的大命，你甲看，伊连衫嘛，学你穿甲规身躯拢红的，是讲打扮做这个模样，会用讲是为祸不行，反累欠。阿兄，你红姑，我看林妹是十分的伶俐，嘛生作真可爱。阿兄，你有听到无？咱连红姑嘛拢在甲我学乐呢。学乐，我看吼，你也莫学做啥物赛红歌啊！归去我另外搁甲你学一个，搁较好听外句。安尼，好啊好啊。不过，一定爱有红这个字哦。有，一定有。我看，就叫做红古贵。哎呦，阿弟，你看呢，哪里那么难踢球？你倒是讲，你是毋是真喜欢伊吼？所以才无要掠伊归来。比基啊，你是乌白讲啥？我才无咧乌白讲咧。阿兄，你一向是目睭是人头壳顶咧，绝对袂对一个姑娘安尼遮尔啊贪吼。我听讲，红姑文武双全，我要甲伊比一下冠家。比基。你是千万唔通乌白来，
你绝对不是红哥的对手。美琪，美琪，你，我抓这红哥，武功偌厉害嘞，轻轻菜菜，给我点着迄刀，还佫讲武功偌厉害，啊，那是讲要生这水，安尼认真甲伊看起来，嘛无法度像我这尼啊水，啊，若要讲武功哦，还佫甲我差真远嘞。我也不出来，请起。阿祖，你坐了。哎，你这红姑过啊，今晚应该无话通讲啊吼。哎呀，你是要给我气死是吗？有话袂用的，我怎会当甲伊比文的啊？出来，请起。郡主，你坐了。哎，你这红姑过啊，今晚应该无话通讲啊吼。哎呀，你是要给我气死是毋啦？母的袂用的，我阁会当甲伊比文的啊。文的？那呢？你打算要怎比？我要甲伊比对对啊，母的我比袂赢伊。若要比文的，我相信我这个美琪郡主。自细汉就甲明叔学四书五经，我有自信，我绝对会赢伊。你，郡主，我自幼就读淡薄汉文，若是要对对啊，勉强还阁会用。如果郡主你若是有哪样，会难呢，我就陪你对一对。你这还一点点啊？安尼我是稳赢的啊！我要出题啊，你听清楚，我出猫路。我对油灾，我出避雨；我对开窗，我出写字；我对读书。那我这三个对啊对起来，是多好，猫路、避雨、写字呢？我对油灾、开窗、读书，对得好，对得好，对得十分的恭敬。哪里？困在那个地下边嘞，你听清楚。日本无声，以外何声寂寂？连水有空，其中不念污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一个不念污泥啊！哪里？其实君子物才如饮，堪称文武相全。笔记啊，你唔能再遐紧。你所处的对啊，人拢已经对着，这明明就是你输啊嘛！我才无输嘞，上届者是算平手尔，我还阁有两招嘞！我，小青，连珠，多谢你。我不爱你说多谢，只要你莫阁甲我生气就好啊。你袂生气啊？真的？你安尼照顾我，我哪会生气的事？看你的伤，敢若好真多啊，应该无要紧啊。对啊，若无吼，你都嫁袂出去啊。谁讲要嫁你啊？你无嫁我，你要嫁我啥？到现在我才相信，你是真实在关心我。林珠，你别走好不？你放心啦，我袂走。你先睏一下，好，我直接陪你，来，睏一下。
素贞，你有要紧无？想不到迄个鬼面人的飞空站，真是遐尼厉害啊！我以为我讲气脉已经调顺了，谁知影也是受到内伤。哎呦，红姑子啊，我拄只哦，遐样着你惊死啦！我听做讲哦，我功夫是遐厉害，安尼轻轻彩彩着你着内伤。红姑子啊，你敢知影哦？拄只哦，阮阿兄看到你安尼哦，是安尼唔甘丢丢，迄目屎哦，强强安淋落来。你嘛是只恶袂讲话，出去出去。出来就出来皮啊！啊，看久哦，佫要暗目到。嗯。素贞，既然你即马身上还有内伤伫，不如我帮助你运气疗伤。这边的好意思，这件代志哪通麻烦许伊啊？哎，你佫袂记，咱是捌讲过。江湖儿女是应该不拘小节的。这，你要讲啥，我拢知影。素贞，敢有到今嘛，还未能了解我对你的心？以上要紧，来。小翠哥，多谢。你会忝无？那拜访三门派名，我哪会忝呢？阿哥，是安怎啦？我是伫咧想，为什么你不要甲我斗阵去拜访古大门派？我敢毋是甲你讲过？如今各大门派拢对我误会真深，假使我若甲你斗阵去，敢毋是加增加麻烦呢？无毋对，因即马确实是安尼想的。也毋过听我说明了后，伊嘛同意伫咧文理会上爱听你解说。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要赶紧抓到迄个冒充你的人。嗯，我若有可能甲你同时出现伫武林会，那安尼敢毋是泄露坏新闻？我对柳天已经有好感了，而且看起来这个王小姐也对我用情真挚。只是我甲伊早晚拢是敌对。漳州护法传教主的命令，爱我真拢感觉要强伤要死。不如我着趁这个机会离开伊。阿哥。是安怎？看起来有足多心思。我是咧想讲，为着我的清白，我必须去对查迄个冒充我的人下落。你又搁必须去送武林听。看起来，咱只好暂时分开了。你是为着咱暂时要分开，特别唔甘心。你是老爸讲啥？无安尼啦。等我去过新下牌了后，我再过来找你。嗯。在下柳迪，奉着温师傅金罗汉之命，前来上武林帖。原来你就是在江湖各大门派中发武林帖的柳迪柳大侠。不敢当，在下想要求见贵派掌门，亲手将武林帖交予伊。温师傅今日闭关，无想要见外客。我是个大地主张义，你将武林帖交予我就用个。是。那安尼就麻烦张兄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师父出关了后，我一定会亲身交予伊的。多谢。刘大侠，请稍等。张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
听讲柳大剑甲红姑行斗阵，红姑煞万刀花众人，又搁夺走各牌秘籍，即摆是用武林的功德，伊望柳大剑会用将伊交出来，用武林各牌一个功德。这个代志是恁误会，夺过杀人的人不是红姑，是林有麒麟。哼，柳大剑，你搁要为迄个妖女强辩吗？我唔是强辩，红姑即摆嘛伫调查无创意的人，希望会当将迄个假红姑抓来对质。到时阵就一定会当证明伊的清白。柳大剑，口说无凭，你有啥物证明？我就是证明，我先替红姑做证。等武林会召开的时阵，我嘛一定会请红姑上武林各派人士说明一切。好，就看在梁叔金刀汉的份上，我相信你。你走吧。多谢，过时啊。大叔爷，唔好啊！啥物代志？红姑在窜进飞龙阁，将咱的青城剑铺抢走。啥物啊？这是我伫孙爷的身躯所发现的。红马标是红姑的独门暗器。可恶！我中着你伫调虎离山一计啊！你今日感觉安怎？我今日感觉好真多，多谢爷爷。阿爷，阿公子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怎走遐远讲？我拄只伫路啊，听你讲哦，阿公抢走青城牌武功秘籍，所以我赶紧做单来甲恁讲啦。注意点点。心的人已经无自律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阮的怀念是段情过一生。朱玲玲，啊，原来恁早就知影假韩国的名，无唔对，一定是伊。左金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去抓水莲莲，做只银行，搁再继续为我。袂用的，你的伤才拄有起色尔，你袂用去。叫爷，我的伤已经好真多。我讲袂用去，就是袂用去。伫你的伤还完全好以前，我不准你去。阿兄，哎呦，人红姑子啊，也不是恁某啊，你讲话这个口气，搁袂说你是红的，搁再讲人的脚是发伫红姑子的身躯顶的。伊要去倒位，敢讲着还是经过你的温存心。素贞，我是无希望你去冒险。叫爷，我知影，但过这件代志实在袂用搁再拖延了。我伫咧想，叫爷，你敢是讲过，你要甲我斗阵去查出你的头部真相？如果叫爷你甲我保护。那哪呢？我一定袂危险啊！素贞，你的意思是叫我改做人去？啊！你这么凶狠，我嘛要去。行，咱来去抓那个阿公。袂用的。为什么袂用的啦？因为我知影，你嫌我阿爷伫恁两个中间低脚半手，破坏恁的好事，对无？你是讲对倒位去？我是担心你的安全。我真安全，绝对袂给因惹麻烦。小戴，你把我乖乖踮喺夜馆，任何所在不准你去。我无爱啦，我真正尔大代志，我细阿公咧，哪会用无管？郡主，阮只是要暗中去调查一下而已，你着暂时踮喺遮等。如果若是线索，阮一定当甲你讲。真实的吼，你袂用甲我骗哦。你放心啦，你若是乖乖听我的话，踮喺夜馆。我自然会派人给你送消息，安尼总会用的吼，大小姐。素贞，
店主。嘿嘿嘿，阿娘，贵个拄只只困嘞，所以吼、哦。哎呦，我知啦。嗯，人讲吼、哦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即马吼，饲你大汉啊，我哪里袂调啊？阿娘。呵呵，好啦啦，憨查某囡仔诶，啊，这有甚好见笑？啊，对啦，你那顶吼，甲你小弟拄只转来，即马得甲你阿妈参详哦。要选一个好日子，让恁两个人拜堂完婚呢。真的？哎、欸，你要做好个咧。嗯，看你吼、哦，你查某囡仔人也袂讲较避俗一点啊。哎呀，阿娘，你莫甲人笑啦，咱赶紧来去大厅去阿爹。好，进来啦。哎呦哎呦，莫甲我耍。好啦好啦，哎呦，看你哦、啊。阿娘，这袂用个答应嘞。哎呀，那连珠甲贵母这件婚事。当初是你亲口答应，即马你现在又搁后悔嘞？嘿，阿娘，迄较早甲即马，这是无同的代志嘛。阿姐吼，阿爹，袂，咱也袂答应为贵国，即马家破人亡，就来反悔这件心事啊。嘿，你这查某囡仔，愈大愈无规矩，大人在讲话，啊你是插啥物嘴啊？阿爹。我唔敢规家即马变作啥款啊！我要嫁老贵哥啊！嘿，你这查某囡仔吼，愈来愈唔敢见笑。我唔管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啊你，我也无讲唔对啊！咱从细汉就分哟，哪安尼啦？哎，如你讲的嘛无唔对啊！即马贵母因全家虽然悲哀。也毋过，这层亲事早就讲定。我再讲啊，查某囡仔大汉总嘛是爱嫁人啊。这个贵母生出是相貌堂堂，甲咱朱丽是真匹配。我看你着成全因啦。阿娘，我毋是在嫌贵母啊啦，啊若嫌伊吼，我袂留伊住伫厝啊。我讲遮多吼，你嘛是毋知影。快点咯，我讲袂用的就是袂用的啦。我甲你讲哦。你爱听好哦，即摆都爱听我的话，啊无吼，我是把贵母赶出去，予你永远无得头见面。阿爹，阿爹，阿娘，啊，阿娘，麦克，麦克，连珠，连珠，你为什么在哭啊？无啊。我讲无，目睭都哭干嘞，什么代志啊？我阿爹，伊转来啊。你阿爹转来啊？那安尼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，为什么在哭嘞？我，是不是你阿爹要反悔咱的婚事？不是啦。不是。无你到底为甚物在哭啊？是毋是？是毋是我的想法上过单纯呢？我即摆甚物拢无，哪会配得起你这干家宝的大小姐？贵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是实啦，我绝对袂嫁给别人的。珍珠，贵哥。素贞，你会忝袂？你心脏挺强的，若是忝，咱就小休困一下。刚刚你把我当作是遐尼只软弱女子是？伫我眼中，你毋是迄个江湖上轻佻重义的女侠阿哥。反倒转来，是一个需要人保护、需要人照顾、需要人关心的素贞。你阁叫我休呀？咱毋是讲过，你只要叫我三胎就好。感觉到今嘛，你袂当明白我的心，还是你叫做唔知？伊毋是叫做唔知，伊是袂用接受。请问兄台是？在下上接去，我是未来的翁婿。
你来也知，你不相信，你会使问伊啊。素贞，对不对？素贞，这敢是真实的？对啊，素贞细汉，确实有曾经甲伊定过亲。哈哈哈！伊听着伊亲嘴讲的话啊，吼。